国内要看到呢，其实过去悠游卡公司呢常常跟一些卡通合作，吸引大家都抢买了。那现在为了庆祝北一女呢120周年的校庆，校方就特地跟悠游卡公司来合作，推出这样子北一女的制服悠游卡，开放预购15分钟而已就被抢购一空。月光仙子爱心权杖进站前臂下闪闪发光。悠游卡公司近年推出各式造型悠游卡，不但颜值高，实用性也强，让人看了就想入手。而最近超夯的还有这款。迎接北一女中120周年校庆，推出绿制服造型悠游卡，首批限量5000张，14号上午开放预购，短短15分钟就被抢光。它是真的布料去缝的。那也有纽扣，它是用一个拟真的方式做现在绿制服。特别留意剪裁样式，注重绿制服要有腰身，符合潮流。B 卡感应更能唱出校歌，小巧精致的设计也让询问度破表。我觉得制服蛮好看，因为它小小只的，蛮方便。我家人好像蛮想买，他想要问我可不可以帮他买。其实有蛮多学生校友，他们其实也有回来到办公室来询问说，哎，这个校友有没有订购方式？不但在校生和校友想要，老师家长也疯抢。悠游卡公司透露，目前已经协调超商开卖第二批5000张，也欢迎建中等其他的学校一起合作。绿制服是珍贵共同记忆，校歌则是母校的期许。这回和悠游卡公司激荡火花，也为小绿绿唤起美好时光与温暖力量。记者王怡婷、蓝静发台北报道。